我叫王永龙，是富泰路麦哲龙的保洁主管。整个卖场的面积约6000多平米，靠人做是做不出来的。我们就开始用机器，两台机器，75的，比方说洗生活区，那50呢就洗乳制品区，效果就是明显的就是质量提升。店快结束的时候呢，它可以自己回去充电，充完电以后再返回就是没工作完的区域继续工作。哪个区域脏的厉害，它可以就是重复的清洁，而且效果特别好。海鲜区水质比较多，吸得特别干净，遇到人以后它自动就停下，它就告诉人就是请让一让。我感觉现在这个状况就不错，很好。